凌晨，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变厉害啊？当你成为王爵的时候吧。那我什么时候才能变成王爵啊？我死了，你就可以成为王爵了。王爵和使徒之间从来都不是对等的关系。如果吉尔加美什和你之间只有一个人能活下来，你猜他会选谁？我已经知道了风水镜元路的秘密，很快亚斯兰就会遭到他们三个国家的联合入侵。他们的入侵计划比预计的大大提前了，我们的计划也需要提前了。我们的行踪已经暴露，白银祭司一定会继续追杀我们。你闻到风暴里的血腥气味了吗？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杀了他们！啊！我去救我的王爵，跟你没关系。医生，医生，然而我这一生有两件事情让我格外的骄傲，一件就是成为了吉尔加美什的使徒，另一件就是成为了你的王爵。战无不胜的王者，应该很快就会开始他毁灭众神的复仇之路。终于到来了，这场最后的战斗。麒麟。